小猪，我出门买菜了，你在家记得把门关好啊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奶奶，你是不是忘记戴口罩了？哎，现在没几个人感染，戴什么口罩？不行，奶奶，你等一下。戴个口罩吧，都没几个口罩了，我一个老人家戴什么？你们年轻人留着戴。不行，现在快过年了，外面很多人要注意防护。我已经在网上买了很多口罩了，放心吧。嗨，拿着，这死丫头就知道花钱。行吧，那我出去了啊。嗯，好的，奶奶。马上过年了，大家记得给爱的人多囤一点口罩哦。现在点击下方的二维码。